7:45的车，然后现在就是一个跟团的行程。你看他有多想睡？对。然后我们要去不同的饭店接夫人，然后俩就可以去湄公河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这个是湄公河，对不对？对。哇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搭船，因为我们是有买行程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去搭一个小船。我攞个挖啊，佢挖啲蜂蜜出嚟，喺第六个孔度打碎佢。哦，真系泡蜂蜜。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减肥，可以减脂。哎呦，你看你掉进去了啦！你看，哇，没得喝了。你看，它就已经看，好严。它会飞起来吗？刚喝感觉怎样？好喝，蜂王浆很好喝。好吃吗？很甜。它是甜的，然后这个是热的冰淇淋。我们自以为不怕，可是其实它的汤我们都还在吗？哦、oh. ，哇 ，handsome，handsome， 哇 ，OK，OK，good， 哇 ，handsome， 打我 ，hero，hero， 好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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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 ，OK，OK， 帮我拍，我喝你，你要拍。这是冰的吗？还是什么感觉？冰冰凉凉的。他一直往后跑哎、欸。他感觉那个，他怎么刚才有光？我拍到有光吗？那人，你看这张，丑到爆，因为太恐怖了，没有好看的照片啊。好可怕！啊啊啊！好，不错，听到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感想怎么样？好可怕！什么触感？很重啊，我就喊不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哦哦哦哦！哎呀，好冷啊！看一下，因为我手不硬，他们是一颗颗这样把它的皮破开，破开。剖开后，他拿了出来就这样，他会比较拿那个比较老的椰子来做，因为肉会比较厚一点。哦。然后就是我们去磨那个椰子粉出来。哦，这就是椰子粉。椰子粉，然后过来这边，他去把它放在里面这样。压给他那个水呀、啊，那个椰子汁啊出来是这样的，啊，甜甜的。啊，然后就倒在里面，去扣那个麦芽。嗯，啊，因为有麦芽在里面，就是有糖的，糖比较甜，煮过来，还有糖在这里，不断的这样搅它，因为要不然它会结冻。这边是手工在做的，你看。我刚刚吃了那个糖之后，我的牙齿现在全部连在一起了，你看。全部都黏在一起了，好甜哦，可是蛮好吃的。我们在湄公河旁边，然后这边就是会卖一些有的没的，然后这个导游人蛮好，他不会强迫人买，可是就是该介绍的还是会介绍一下，我觉得蛮仔细的，不错不错。哇，好多水啊！从旁边裂开了，怎么又在这边粉呢？现剖的，怎么样？好喝，这好得意啊！今天好得意啊！这一杯要15000块，我买俾我赢啊嘛！你先喝一口，蓝果软嘅，一杯啫，慢慢喝就知啦。椰子水，好喝吗？你吃一个果肉看看，都是冰块。嗯，怎样？好吃了吗？还没吃。怎样？怎样？会的。你吃那个果肉是脆的，非常脆，大概30-40万，水烟，你看，很好喝，
这口感很特别，看见有摸摸扎扎的，个大放大版的。我们要上船了，哇哦！我们在这船上了，晃到爆！而且你看旁边，我们这是什么碰碰船啊？我们不断的跟旁边的撞在一起，哎，你们知道这船就是这个和尚有多挤吗？你看，又来又来又撞到，很奇怪吗？那这个，我有点像开洗婆婆。他一个人很会滑，哎，对啊，就是完全是手工。你要拿什么？好啊。超强，对啊，他们真的好会滑哦，这个好年轻哦。不然我觉得可以，他们很辛苦。因为听听说，那是你的相机啊。Thank you， 他说我的脸，不是相机。Beautiful， OK OK。刚刚导游说一个人要给10000块的越南盾，这边才有，好便宜啊！太小，那很辛苦了。吃饭喽。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把铃铛打开来。拜。